伤害那个啊。然后你放了炸弹，人就跑走了。哦，是哦。然后你把我的遮蔽物给炸掉了。那你跑了吗？啊？你跑了吗？你觉得我这时候跟你讲这些话，当然每次都对啊。答案是我真的还在这啊。别相信他，他不可能还在那。哎、欸，免傻、欸，你要跟他说我还在那儿啊，然后让他回去。不是啊，我刚刚是这样讲、啊。他是这样讲啊。他是怎么？抓不到。可是我觉得连杰克他连他放炸弹点他都忘了，他就这样子路过了。我不知道放哪啊？路过随便。我对，我路过随便按的。哦，好哦。No。嗯，换一个吧。Yeah. 嗯，啊，你要继续玩这个？啊？我直接，我直接呛爆哎！谁要继续玩这个？还是要玩一下 Happy So Say？ 你要 Say 吗？好啊。Say 是什么？那个老师说。哦。那个接下来这个游戏叫做老师说，然后他怎么玩就是老师说的玩法。对。哎、欸，他中文在哪里啊？我找到了，你说我做，我说你做，哪里有中文、啊？我们要进去下一。你好。我好懒得解释怎么跳中文哦。我跳中文在外面。对，要在外面跳。等下这场结束。完了，我觉得这样这场我不能玩了。对啊，这场要干嘛？没有啊，我们待会用讲的啊。不要被僵尸打！不要掉下去！不要被僵尸！哎呦，我被吸！我被吸的哦！哎呦，太难了吧！太快了吧！不会啊，你要下去外圈就好了。你讲是这样讲啊？我一直绕外圈啊，又没有人追我啊。有啊，你后面超多人。哇塞！上下点头，上下点头。嗯，晃。看天空，看天空。哦、oh. ，英文测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们是中文。啊，熄火！哦，英文不太好的，看一个人的头。没有，因为这个有中文翻译啦。送你，喝下什么？是什么药水啊？缓速，缓速。我中了，我随便喝了，我失败了。站在原石上，地板会换哦。大人可恶！原石是什么？鹅卵石啊？就是鹅卵石，没有青苔的那个石头。啊、打草。哦，原来会复活，我以为直接就是输了就直接结束。没有，他是可能比赛谁比较快。打蛋。没了啦，蛋每周只有一蛋的就没办法打了。因为我都放 CD， 你们放什么啊？小雨，我放了什么？你放了火药是不是？是啦。哦，那个音乐盒，等一下音乐盒，吃到饱，吃什么、啊？随便吃哦，吃到饱，就是吃满就对。耶，最会吃，吃猪，就是两个。烤过肉，哎、欸，哇！小雨，你直接用苹果打人，用苹果打人，苹果打架了，打，睡在床上，哎、欸，我的床，可恶！你真的是最会吃哎、欸，是怎样？最会吃，最会睡、欸，真的，好猛哦！先跳出去，先跳出去，先按那个床。结果杰克是第一名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没有蛋蛋，我们出去傻了，床，我谢谢。HUB， 出来之后，对自己的头顶右肩，右下有一个，哦，那可以吧？剪体，你怎么断麦啊？有了，因为我家外面在下雨。哦，下雨，音感调很高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多了一个游戏内商店？这是干嘛的？对啊，我现在也在看这个氪金，他好像可以直接买一些，就是我们常抽奖会抽的东西，就限时特价，然后也可以买一些礼包和奖励箱。但是因为我们都有 YT，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太缺。我缺披风。
啊，我刚应该可以买吧？你就是买那个在哪里有大箱箱呀？哎、欸，你可能要看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个人会大便？哦，不是啊，为什么他后面有血啊？那披风、啊，他的特写的披风啊？哎、欸，那酱油你要调中文吗？我调了，我调了。啊，你调好了、哦，那我就再说一次了。好。来，不用说啊，就是字面上会跟你讲说做什么，看他中间说的画面。我那个说是变成名词了，我就再老师说一次了，哦、然后那再说一次、啊，那我就再说一次、哦，再来玩一次哦，再来说一次啊、哦，跳跳往上跳就好，一直跳一直跳一下。小雨真的超快耶，跳一下，哎、欸，我失败了啊，要怎么治愈啊？他在哪？我是透明耶。哎、欸，正中央，在正中央。叽叽叽叽叽叽。啊，不能多杀几只、哦。不能多杀哦。不行哦，可恶哎、欸。啊，好有天！鸡蛋环小雨就一直飞在空中哎、欸，好搞笑。我一直飞起来就害我都没有那个打到人家。找到了。是找东西的游戏。对啊，真的。啊，点头。哦，三根晕，你有叮，你叮一下就可以不用点了。对，有叮了就可以。超专心，狂打草，狂打狂打。第三，可恶。嗨，小雨，哎 ，Look， 哎，怎么走了？不想让你看。哎呦！我刚刚看着小雨，然后小雨走了，他就说你失败了。真的，把钱。驯服、啊。他在吃什么？叫什么？我忘了。是这个吧？金胡萝卜吗？还是什么？金胡萝卜，狂点他，狂点。啊！失败了。什么是转个完整圈圈？你就原地一转，你拿你的绘图板出来就会了。OK， 有理。什么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可以多叫，可以多叫，那个击败了。你在讲什么、啊？合一个铁门，铁门怎么合啊？铁门你不会合？你不会合吗？你不会合二吗？哇！哇！杰克第三名呢？我差一分呢。好猛哦！呵呵呵呵。乐色乐色，然后说不好玩不好玩，不好玩，不好胜啊！不喜欢不喜欢，喜欢不喜欢？要玩什么、啊？来换 murder 如何？好啊，可以。对啊，只对两个没有。他们上次有，他们就是来虐的呐、欸。好、啊，没事。我刚在玩动物那关的时候，已经被枪说不会躲着，也找不到了。这么拍出去吗？哎、欸，我拉，我已经出来了。我在治愈村民，我在治愈村民。我也在治愈村民。你们要玩刺客还是啊玩杀手好了，classic。哈哈哈！衣服做不到车车，我做到的。冲啊猪！跳啊！就是、要冲出去。不，我的猪猪跳出来这边了。真的呀？猪猪怎么跳还要当杀手了？是这是什么？那个就是狼人杀。嗯，对对。狼人杀可以一次杀很多人的狼人杀。只是因为我跟小雨、杰克还有繁星都有 YT 称号，就是莫名其妙很容易当杀手。嗯。所以不要相信杰克。然后我就被酱油杀。棒棒棒棒！棒棒棒棒棒棒棒！现在要干嘛呀？现在发生什么？你可以先捡金锭。你可以先把你快捷键上的武器拿出来杀人。OK fine， 我拿出来。OK 有吗？你的武器上面是不是盔甲盾呢？啊，然后我们就一个潜规则，你死掉就不要讲是谁这样子。嗯。喵哈！还活着？不是，为什么你要按控制杆？没有，是我了。哎、欸，哦，你看错人了啦！谁死了？我哎、欸，这个游戏蛮适合我的、欸。好的。结果根本都不是我们自己人呐、啊。错、哦、了。就被杀了。哎、欸，他是拿剑还是拿弓啊？
坏人是拿剑，然后如果你是侦探的话，会有一把弓，然后射起来有 CD、yeah. 啊。我提醒一下，这张地图不要乱跳哦。还有就是可以捡十个金锭，会有一把弓。杰克的刀子是一个铲子的样子，你看到拿铲子？不是不是，我换了，你换了啊？你是换那个南瓜？南瓜派，对对对。对你看到南瓜派就赶快跑，他南瓜派很锐利。对 ，OK， 这个南瓜派他是加过强力胶的南瓜派啊，好硬啊！哎、欸，我怎么跳不起来啊？中文输入法。哎、欸，所以我上一场是被弓箭射死哦？不会吧？啊，你是被杀手杀吧？应该是被看的那个对话框应该会写吧？所以我是前面是拿弓的，后面是拿箭的。不要过来，你走开！哎，你玩 Tape、嗯、有看过《英雄学院》吗？哎，我来了，有看到了吗 ？D O K 那个，我来了 ，D O K。哦，我现在才看懂，我想看他 skin 哦。我刚刚就是看到他才注意到，因为按 Tape 其实看不太出来。哪一个啊？那个 D O K 啊。有吗？啊，结果太快了吧！而且重点是他是怎么了？他是侦探，他是侦探。然后那个蘑菇是杀手，哎、欸，都没有，我们 YT 都没有用哎、欸，我十几趴都没当到、欸，失效了，但我十几趴都没当到，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。小雨离开小雨，不管他是好人坏人，干嘛、啊？我们那天也、欸、地图我们那天也是因为这张地图被背叛的哈，小雨、嗯、是吗？团团跟。影月的那一张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、oh, ，好像是，就我跟你当侦探的那一局。哦、oh, 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侦探站在那个楼梯的转角。我玩过一次这个。危险转角，我看到那个有一个刀剑的角色，刀剑的那个黄头发的。你站在那么高的地方，雅思呢？鸟出来。等等啊，杰克、啊，我也有主题曲啊。U G 有人死了，好，我相信你了。嗯，可是、哦、有人死啦、啊嗯，可是这场不会有两个以上的杀手啊。刚看谁拿？这个应该只有一个吧。你如果活着看到可以讲，死掉看到就不要讲。对对对对，还活着还活着。啊，我看到了，可是算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是小雨吧，小雨好安静哦。小雨，啊，很累。我刚刚想说被小雨砍了，好就留个惊喜，就我看到了啦。你怎么看到了？你那一把那么大那么长，我怎么看不到、啊？还倒钩？你有啊、欸？酱油，你怎么走那么安逸啊？你是不是也是有问题啊？不是我。我是超级好平民，我知道你是平民啊，杀手都已经现形了。我们这只有一个杀手，这场只有一个。然后这个杀手叫做蜜蜂，杀人蜂。哦、欸，不行啊，这场不行啊，因为他完全不懂反击呢。这个杀手会比较有攻可以，我不会飞啊，我飞不起来、啊。杀人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为什么酱油走这么安逸啊？对啊，你不觉得他走得很正？感谢蛋内拉，怎么会那么长？弓在哪里？你是白痴哦！我有了，我有了。有什么？没有。哎呦哎呦，对局哦！我等一下啦，我聊天室有人在赠送订阅啦。状况外之中，然后就好猛哦、喔！酱油，你都没有画面呢、欸。十一个人。你是有人送礼哦、喔？对，送订阅，送订阅。所以我刚刚在看聊天，在跟小雨对剑。我想说你怎么没有设定？没了，我现在已经是个普通的平民了。啊吧吧吧我现在出没了，干！杰克我跟你讲，在唱歌。杰克一定会在王座杀人，我要在这边看。我要再演出，我来王座了。我现在换个地方看，这是个废柴。杀手已经拿到剑了。
我已经拿到我的盔甲座了，小心一点。他这也太多人了。盔甲座是干嘛的呀？就是跳舞的。跳舞。杰克斯，杰克斯，哎，等蓝头发，蓝头发，小雨好像往那边走。小雨，小雨过来，蓝头发那个，蓝头发那个。蓝头发不就是那个谁吗？深蓝色头发。谁？啊，不是蓝色帽 T， 蓝色帽子，蓝色帽 T， 绿色头发，哎，灰色头发，蓝色帽子那个。啊 ，Y Y，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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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他在哪里啊？他在王座，他在王座，他在王座。啊，好远哦，好远哦。你是侦探哦？对，我是侦探，我很不准的侦探。哎呦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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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变态！我刚好跳。